过来买面膜来，然后俺妈也这秋冬季节嘛，本来都敏感，咱们要我给她买一套这种稍微好一点的护肤的，这个都挺好的。这过敏不过敏，你不买了？他这个是修复的，我不想给你买那种了。他这个纯净，我感觉还可以。你再用，你用用试试。我不能我用，因为我用的咱俩皮肤不一样。你夸奖我高兴，来我给你买。哎呀呀，不用不用。